现在我们可以先从四位队长围圈 battle 开始。第一轮音乐其实是一首非常 funk 的音乐，大家出来，四位队长无一例外都跳了一点点 locking。我们蛙哥不要谈了，因为我们就是有比较多的 locking 方面的交流，他是学到了很多动作，然后跳起来是非常得心应手啊。尤其是那个吉他，当时说这个吉他你一定可以打长的啊，弹完以后扔给观众。他当时还蛮担心的，说哎，那观众如果不弄怎么办？然后我说放心，打在场都是 dancer， 一定会弹，弹完以后各种弹，弹完以后再扔给你，你只要记得接住就可以了。然后他接住了，哦，还反过来弹，当场就炸了，就觉得哎，蛙哥非常懂文化啊，很会玩，不是说只是拿回来弹一下，哎，他有创新这样弹，哎，这场非常棒。然后到了第二轮，刺激的事情发生了，他完全没有跳我们给他准备的东西，一点点都没有。我们自己如果是作为老师的话，会希望学生在跳舞的时候 solo freestyle 的时候不要有框架，不要去想动作什么，想跳什么当下什么感觉就直接跳出来，这个是最最完美的 freestyle battle。 所以蛙哥从第一个动作开始就没有想起来，他就一直很自然的 battle 到了最后，这一段非常棒。蛙哥的 freestyle 里面还有除了那个像这一些动作可能是用过的那个起舞的动作练过很多，还用了这个东西头马的汗，哇，特别的嗨，全场都炸了，给手。我觉得最厉害的一点是变速，因为很多 dancer 在我们判罚里面，无论技术有多好，如果你的跳舞的 tempo 节奏一直是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one two boring， 那他的得分一定是很低的，他对音乐没有理解。那如果是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and seven and eight， 就觉得哦，好有变化，就跟大家听人讲话一样的。今天天气好晴朗，就很无聊。今天天气好晴朗，哦耶，就会觉得有抑扬顿挫，那就是跟 battle 是一样，跳舞一样的道理。从他第一个上场造型开始，旁边人说完了完了，我说哇，蛙哥懂了。然后第三轮，蛙哥上场的时候，我又炸了，就他上来就去拉王嘉尔，然后王嘉尔也很会玩，拉上来了以后，嘣一个钻裆，然后就开始两个人就有互动，在地上这样跳 warm 啊蠕虫这样动作，就开始两个人互动了。我当然觉得哇哥你又升级了，这个超纲了，你没有教过你嘛，对吧？所以说 battle 最有意思的一点还有一个就是在计划外发生的意外的事件，你是如何应对这样的意外的。如果处理的得当并且很有趣的话，就你这个人品味就很不错。当我们以为蛙哥渐行渐远，已经开始完全走向自我的世界，开始 freestyle 的时候，哎，那个音乐那个节奏让他好像记忆回来了，突然不知道为什么就开始battle就是那个一直在练的一些连接，他就直接就用出来了，而且非常合音乐，这个就回来了。所以平时练招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在 battle 的时候一直是 freestyle 状态，比如说这样这样是不可能赢的，就是五感很好的人他不可能赢，但是五感也要好，但是突然音乐契合，就这种你练过的东西在那个时候能够用自然的用出来，你自己可能都不知道是用了什么东西，但是身体就一套连招下去了，那这样就会觉得。所以说在这一点上蛙哥又让我们 respect 了一次，他抓回来了。